2014年东森新人王初赛，除了说有原本的12强晋级选手之外，还有4位外来的强将也会加入战局，因此选手们都说他们真的是压力好大。而这一期的新人王快报就要为大家揭晓，谁会是来挑战的神秘大魔王。东森新人王等你来称王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新人王快报，我是王祥林，我是 Lilian。 好，那我想 Lilian， 我们在前面好几次都介绍各种不同的组合哦，16个人里面的最后4位，其实他们的来头是不一样的哦，不简单的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们是我们跟其他的这歌唱比赛合作，来自 I Sing 还有天生我才前面的前几名挑选而出的。OK， 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不是 local 当地的咯，他是来自这个北加州，甚至在纽约，还有芝加哥3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在这个特殊所谓的外战强将里面，莉莉要先介绍谁？好，首先要介绍的这一位是徐志杰 J， 来自芝加哥。他呢这次带来的歌曲是陶喆的《小镇姑娘》，是一种非常具有 R&B 的风范。OK， 好，这莉莉也非常 R&B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赶快看一下到底多精彩。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舍得爱啊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。我明白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啊。当然以前也是有一些演出的经验，然后一些比赛的经验，不过我觉得现在我比较会想要用一种享受舞台的机会 的方式，就是说我觉得很难得有机会在一个这么好的舞台上演出，所以我现在都会告诉我自己说，我就去享受舞台，然后做好我自己喜欢的表演。OK， 好，大家看到其实 J 的表现相当的沉稳，是很有经验的，对不对？他现在他今年几岁？这个吗？不会透露具体数字，但是可以说是这参赛者当中呢最有经验的哦，最有经验好。但是我觉得怀有梦想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既然借着年纪这么这个资深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男生最年轻的是哪一位？来自纽约的 Brian 毛天骄小苗苗。OK， 少先队是这样讲吗？是的。OK， 为什么我们讲话变这样呢？因为大家看看他，他会讲中文，而且他的普通话说的语音砸得很好。是的，超好的金片子。是的。 OK， 那当然苗天骄这位从纽约飞过来的年纪轻轻还会唱中文歌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他到底表现的多好。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，秋和干在他们都每次都说哈，你中文怎么那么好呢？然后我就告诉他们，对，我就从小就说的，然后他们就都以前我一说中文，他们以为我根本就不是中文的，以为是另外一个没听懂一样，所以我还得重复一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这位拥有天使脸孔但是魔鬼身材的 Julia Yang， 来自北加，然后就是所有男性观众的福利啦。真的，我觉得新闻快报在看到现在哦，我知道观众在 complain 说，今年好像辣的比较少哈，那我们先李脸马上就介绍辣的给大家。为什么你觉得 Julia 这次表现很特别？因为 Julia 呢，她不仅歌声好，而且非常的有自信，所以在舞台上面散发着一种大明星的光辉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大明星光辉有没有啪照到大家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看看。其实我觉得还蛮意外的，因为我也没有经过什么专业的歌曲训练，也没有经过什么通过老师学习这些东西，纯属是因为爱好。所以对于评委老师这样的评价，我觉得真的还蛮惊讶。OK， 好，对 ，Julia 真的看起来让人家看起来觉得赏心悦目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想下一个参赛者，我们当初看到的人就说，哇，吓一跳，怎么会有那个白云呐、啊？这个大家知道呢，胖胖的白云也来参加比赛，结果后来看到本人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叫做 Angela， 对不对？而且是位大美女，还是中国大陆还有意大利的混血儿哦。哇，混血美女，这个最正啊！那这个 Angela 到底有什么特色？Lilian？因为呢，她长得美，而且腿很长，唱歌呢又非常的好听哦，所以是腿长人美歌好听。那当然，对 Lilian 介绍那么简短，女生的那嫉妒心，大家不要怪她。但是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 Angela
有没有符合美女的标准？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扰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会take what the 评委他们说的这些 points and I'm definitely going to work on these because this is mainly what I have to do in order to be the best that I can. 哇，这么难的歌曲 Angela 今年其实只有16岁哦。那么关于这次录音呢，其实我们很多好康大 P 哥是什么呢？ OK， 第一个我们会送出前200名来到现场观战的观众朋友们会送出200张的 LA County Fair 的门票，免费送给大家200张，价值将近20元。没错，那么录影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录影时间是8月23号的下午2点，在这个Bowen Park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啊。如果要知道这个更确定的资讯的话，其实上东森的官网 www.ettvamerica.com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要考你一个。好，如果想要知道什么东西，想要知道东森这个新人王更多资讯要怎么办？除了网站之外。好的，为了随着科技的演变呢，我们也推出了东森新闻的 APP， 只要下载就可以获得免费的票哦。OK， 所以有这些方法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记住，而且赶快来参加我们这次东森新闻网初赛的电视录影，会相当相当精彩哦。OK， 这是我们这次的新闻快报，东森新闻网等你来称王。